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马副业 Martin。现在耳湾的 listing 的数量增加了不少，也就是房源供给增加很多。现在一定是回到了过去对等的均衡的市场，不再是去年以及今年上半年强势的卖方市场了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套位于Northwood， 其实这个地方是在艺术隔壁韩国超市对面的小区。这个小区里面有一条小溪，很漂亮。现在有一套房子是两房一卫在售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看完之后，大家评估评估这个房子你愿意出多少钱。它是在二楼，这是一个 townhouse， 楼上楼下的，门牌号112，对面是110，很安全的。好，进来了。这个房子，感觉 listing agent比较忙碌，所以他其实没有全部完工，就已经拿出来卖了。进来，这是客厅，木地板，客厅稍微有一点挑高，尖顶的。客厅外面有个阳台，还放了一些油漆，还没有全部完工，但这个不影响这个房子卖，因为这个房子定价上市价格超便宜。这里是可以放个餐桌，还有厨房。厨房的橱柜应该是全部换过新的了，全新的白色橱柜，包括这个炉灶下面的烤箱，这一体化的也是新的，这蓝色标签还没有撕掉。微波炉看上去也是新的，机翼的。这里还放了一些配件，应该是毛巾杆，挂毛巾的毛巾杆。它的唯一缺点就是它是可以看到马路，对面就是韩国超市，就是现在这个树后面就是韩国超市，走路过去大概几分钟吧。然后和马路中间隔的是车棚，每一户应该是有两个车棚，这个还要确认一下。我们之前有房子在这边，出租的，河马上有房子上线的，是两个停车位。但目前我在这房子里听的声音还好，不算太吵。如果吵，大家觉得吵的话，其实可以把这个玻璃换掉，玻璃是不影响房子外观的。HOA 是305块。好，这是厨房、餐桌还有客厅。这边是两个房间，我们看一下，两个房间比较简单了。一个房间是这个窗户还是比较大，移门的衣帽柜也是木地板，四个顶灯，四个筒灯，挺亮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房间是对着自己家的，不是自己家，应该对着小区的小溪。看一下这个房间大一点，这房间可以当主卧，对面的房间小一点。这个房间是可以欣赏小溪 Quick 小溪景色的，也是有四个筒灯装好了。然后这是一个洗手盆，旁边是一个卫生间，有浴缸。洗手盆的这个应该是 COT 石英石，也是换新的，新换的。好，这是两个房间，一个卫生间，简简单单。然后客厅，客厅没有全部完工。厨房。最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房子的报价，目前上市价格是499,000块，50万不到。那刚才有好几组客户也在看房，估计这个房子最终应该是50到60万之间成交，希望是这样。那超过60万也是有可能的，因为这房子单价就是总价太便宜了。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河马经纪人出价，谢谢。